那我想说，哎、欸，那你可能想说，哎、欸，外面有大太阳，为什么还要架设自己的灯光呢？因为我们如果架设自己的太阳，模拟阳。那你可能想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外面大太阳还要架设自己的阳？那你可能想说，哎、欸，外面大太阳为什么还要架设灯光呢？那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太阳非常不一定，有的时候在云的后面呢、啊，然后它还会随着时间改变它的位置。那如果我们想要固定太阳的位置呢，我们就自己人造一盏很强的灯光，就来模拟阳光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固定我们想要的位置，然后固定它的照射的方向跟纹理，我们就可以轻松让它维持在那边，就不会让它一直变换啊。然后如果我们拍摄时间比较久，可能两三个小时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让光线一直固定在那里。Jesus Christ.